送走有没有？所以跳的五圈呢，就是撸条撸哨，告诉小矮人说你可以离开的。所以四天三夜就迎灵、鱼灵、送灵哦，这个三个步骤。今天来到塞夏族南祭团举办矮灵祭的地方，苗栗南庄向天湖，计划来爬向天湖山光天高山 O 型环状一圈，行程约 6K 约5个小时。现在先从停车场一起走到登山口，步道从风竹小吃店旁开始，走，出发。这里有大型指示牌，往左。看到光天高山的指示牌，往右。这里往左就是光天高山的登山口了。这里也是向天湖山的登山口，上去再分岔。第一站先到向天湖山，走，启灯。还往向天湖山，这里是向天湖山光天高山岔路口，上来没多久就可看到巨石。平山界什么意思？山友说是日据时代平地与山地的分界。这位山友有在收集小百岳，这一座是我第64座的小百岳。64座啊！哦，我是有刻意在收集小百岳跟百岳。这里往左去三角湖山，我们要往右。登顶了，向天湖山海拔1225公尺。拍完照，继续往光天高山前进。现在就一路下坡了。哎呀，这么凉嘞！哎，真的，那一路安那洗还好哎。已经缓降了。抵达往光天高山与向天湖的岔路口。等一下，我们再走回来。走，前进光天高山。哦，不简单了哦。前面有岩石，要拉绳子。上去要小心哦，这个石头上去就登顶了。哎，到了呢，无稽石，海拔123呢。哦，所以不止1000。哎呀，就叫个河梯呢。现在浓雾，没有展望，休息一下。要再来下山了，接着要下到登山口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回到向天湖岔路口，直走去向天湖山，现在要往左下切去向天湖。
哦，阿姨都将全部撸开去。黑妹。啊。黑妹。倒着走还可以。哎，下来还好呢。慢慢走。我们现在已经降到一千以下了。哎呦，破千了。哦。好，快到登山口了。回到登山口，上午就是从这里启动。终于回到停车场。接着来走向天湖环湖一圈，环湖一圈约30分钟，从湖边的麦店开始。向天湖经常浓雾笼罩。有没有？这个画土墙应该也不错。这个牌子只是从右边卖店过去。潮湿的这股耶，哇，这股。最后回到停车场，结束今天的行程。